北京德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事核带文化的拍摄制作、广告策划、版权播映及音像制品的出版发行、批发零售等业务。该公司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宗旨，以全民健身为基础，特邀著名太极拳家、国际级武术裁判、中华武林百杰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德印先生为总策划，制作出版了一大批太极拳、剑刀、枪棒棍等各种器械武术教学音像制品，同时又与社会各界名流整合，制作出版影视产品、音乐教学、国画系列、舞蹈系列、性保健系列及饮食系列等各种音像制品，是您生活、健身、娱乐的好导师。您可以利用各种方式选购，德印商务网www.art818.com。
中华武术丰富多彩，博大精深。就太极拳系列来讲，其内容就极其丰富。著名的拳种就有孙氏、杨氏、吴氏、陈氏、武氏，以及何氏太极、府内太极等等。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下是杨氏太极拳。杨氏太极拳在太极拳系列当中是动作浑厚、宗正、舒展大方。我们要学习杨氏太极拳的时候，要注意一定先从桩功、基本功开始。杨氏太极拳它的手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一是掌型，它的掌要求食指和拇指伸开，虎口要圆，其他三个手指头呢自然伸开，掌心内含。这是杨氏的手型当中的掌的要求。第二，拳，拳呢四个手指头并拢卷曲，拇指压在中指和食指的第二个指节上，拳要求要握实，但不要握紧。第三个手型是勾手，它的勾手要求是拇指和小指捏到一起，其他三个手指头呢自然捏拢。腕要弯曲，这是勾手，这主要是三个手型。另外呢，它的步型主要以弓步为主。在练习杨氏太极的时候，我们在基本功练习当中，除了桩功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是搂膝要步的动作。这个动作在练习杨氏太极拳的时候是相当重要的。现在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搂膝要步的动作。立正站好之后呢，重心移向右腿，左脚提起向左出半步，然后用起势，也就是太极桩，重心微左移的时候，右脚的脚尖向右侧掰45度角，右手外旋臂，把左脚收到右脚的内侧，脚尖点地，两个手心相对，在右侧抱球，这是一。二的时候，右手弧形向右后方拉开，同时左脚向左前方伸出，脚跟着地，扣后脚跟，蹬后腿，然后膝盖弓出，右手向前推出。我们在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既可以把它作为基本功行径练习，也可以把这个动作作为一个桩功，也就是说站式来练习。下面大家就跟我学一下这个桩功和基本功。好，第一个桩功，自然站好。我们太极拳里管这个动作叫做无机桩，我们在教学当中就是叫预备式。动作的要领要求要虚灵顶劲，
目平视前方，嘴微闭，舌舔上颚，下颚微回收，两肩微合，形成含胸拔背，松腰，气沉丹田，脸臀注意腰向后上方顶出，臀部自然收敛回来了，两膝微屈，两脚踏实，十个脚趾轻轻地扣住地，重心微向右移，提起左脚向左出半步，从脚掌到全脚踏实，注意两个脚的外沿和肩同宽，脚尖从正前方起，一手带肘和肩平落，下蹲屈膝，手落到腹部，注意手掌要放平，俯视呼吸。我们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把它作为桩弓，手再稍往下放一点。好，一般来讲要站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休息，然后可以连续再练。起，手往下按，头往上领，移重心，收腿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桩弓，下面接着练第二个桩弓，是叫开合桩，在练气功当中也管它叫浑圆桩。起势，分腿，起。这个动作和咱们练太极桩一样，屈膝下蹲的同时，两个手抱在腹前，注意中指距离5公分，细，细就是开，注意用腹式呼吸，细要细满，呼，气意要吐净，气，呼。我们练这个桩弓的时候，一般也是一分钟左右收。人的正常呼吸啊，一分钟是13到16次。我们用这个桩弓来练习呼吸，一分钟可以达到4次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人的寿命长短、健康与否，第一是心率，第二就是肺活量。我们练用太极拳的开合桩来练习肺活量。好，收势。第三个桩弓叫金鸡独立，背开始，金鸡独立，注意头往上领，上体放松，心要静，下面的支撑腿脚抓住地。练这个动作，我们站独立式也要站一分钟。蹬腿，收，并步，好，再换另一侧，预备，开始。上体要放松，头要拧起来，俯视呼吸，也要站一分钟。蹬腿，收，并步。好，学习太极拳呢，我们练习在练拳之前要尽量呢压一压腿，做做准备活动，然后呢这个桩弓是非常重要的，在练习前
一定要把桩弓站一下，然后呢，桩弓练完之后再开始练基本功。刚才咱们把太极拳的桩弓练完了，现在开始练一下太极拳的基本功。基本功里面主要的是进步、退步、搂腰步以及左右蹬腿。在练习当中呢，我们把这个进步作为主要来动作来练习，因为太极拳这个要求轻灵劲，迈步如猫行，都体现在腿上，所以我们在练太极拳当中，就进步这个要领的要求应该掌握。每次上步的时候，要注意用后腿放前腿。现在演练大家看一下。注意在练习当中呢，右腿伸出，用左腿放右腿，这样的话呢，你这个脚才能体现出落地轻灵和迈步如猫行。另外，上步弓腿的时候，注意先扣后脚跟，然后蹬后腿，再弓前腿，力从后腿发出的。咱们都知道，太极拳的步伐要求有五个字：进、退、固、判、定。进和退这两个动作是比较重要的。中定我们在刚才练的桩弓当中已经体现出来了，现在这个动作是退，重心移向后腿的时候起前脚尖，然后再提起腿。在进和退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中正。搂膝要步，要把刚才我们练那个基本功的进步和退步体现出来，掰脚尖、抱球，然后上步推掌。注意在腿弓要体现出扣脚跟、蹬后腿，再弓前腿。左右蹬腿，注意上体要放松，头向上拧起来，也就是说虚灵顶劲，气要下沉。心要静，
杨氏传统套路85式，我们现在开始学习。整个套路我们把它分成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。前半部分我们把它分成3个小段，现在我们来学习第一小段。预备式，立正站好，要虚灵顶劲，目平视前方，嘴微闭，舌舔上颚，下颚微回收，两肩微合，形成含胸拔背，松腰，气沉丹田，脸臀，两膝微曲，两脚踏实，10个脚趾轻轻扣着地。起势，重心移向右腿，左脚轻轻提起，向左出半步，两脚踏实，注意脚尖冲前，两脚的外沿和肩同宽。起，用手带肘和肩平下落，两腿微曲，两手到胯的两侧。走第二个动作，蓝雀尾，右脚脚跟坐轴，掰脚尖，左脚向前迈一步，先旁然后靠出来，注意右手的高度和腰平，左手手腕和肩平，提起后腿，上步蓝雀尾旁，右手向前，左手随右手向前推出，两手右手内旋臂，左手外旋臂，捋，重心移向左腿，到腰的左侧的时候同时再旋臂，挤，挤的时候注意左手手指的指根线要扶在右手的手腕处，两手同时内旋和肩同宽，后移重心，趴腕，手按到胸下，然后向前推出去，棚捋挤按完成。下一个动作，单边微移重心，两手腕放平，转体扣脚，然后微收取两臂，再转体，右手变成勾手，提起左脚向左侧出步，单边注意单边要放开，前腿要弓出去，后脚跟要扣住地。下一个动作，提手上势，重心微后移，左脚脚跟坐轴，转体扣脚，两手合，向正前方送出。注意这个动作，左手的手心要对着右手的肘部。白鹤亮翅，松腰，松胯，转体，两手捋下来，然后右脚向后撤半步，再踢起左脚向回收半步的时候，两手撑开。下一个动作是搂膝拗步，向左转体，同时右手要外旋臂，右手到胸前的时候直接向下松胯松腰，抱球走出搂膝拗步。好，搂膝拗步注意左手距离胯5公分左右，把后手提，后手向前提的同时后脚也提起上半步，手挥琵琶，注意前脚的脚尖着地，搂膝拗步，
在右侧抱球，右手向右后方拉开，前脚往前上半步，搂膝要步，前脚脚跟坐轴掰脚尖，第二个搂膝要步，右脚的脚跟坐轴掰脚尖，两手在右侧抱球，再上左脚，第三个搂膝奥步，后脚跟半步，左手提起，前脚脚尖着地，两手合，手挥琵琶，再走一个搂膝奥步，下一个动作是搬篮锤，前脚脚跟坐轴掰脚尖，同时右手领左手，提起后腿上步搬，再上左腿揽锤，左手扶着右臂的前小臂，左手到肘下，两手外旋臂，手心冲上，分开手心肩同宽，后移重心按到胸下推出去，十指手前脚脚跟坐轴转体扣脚，两手向下弧形画圆，在腹前交叉，注意十指手两个手腕搭到一起是个十字，如果我们立起来这就是个十字。下一个动作是抱虎归山，左脚脚跟坐轴转体扣脚，向右前方推出，右手从左手心向前抹出，向后捋回来，一转体挤出去，两手放平和肩通宽，后移重心趴腕，在胸下向前推出去。下一个动作肘底锤，一右脚脚跟坐轴扣脚尖，向左转体，提起左脚，再向左前上步，左腿手从右肘内穿出，最后提起左脚，脚跟着地。这是第一小段，下面就演练一遍。Thank you.
现在我们开始学习第二小段，由周底锤向下接下来，下面走倒卷红，走五个，右手变掌，由下经腰侧向右后方拉开，旋臂转头，撤步推掌，左手经腰侧向左后方拉开，旋臂转头，撤步推掌。第三个，第四个，第五个，身体微左转，在左侧抱球，把左脚收回，以左脚的脚跟为轴向右转体，弓步斜飞式。注意这个动作，左手要在胯的侧面距离胯五公分，右手手指要放开。第一手上势，重心前移，提起后腿上半步，两手合，再向正前方送出。这个动作在第一小段我们就学过了，注意左手手心对着右手的肘关节处。下一个动作是白鹤亮翅，松腰下沉，两手向左侧捋回来，侧右脚向右移重心的时候，提前脚变成虚步，两手分开，搂笑步向左转腰，同时右手外旋到中线，松腰下沉，出左脚由耳侧推出去，搂膝傲步，海底针后步提起上半步，左手向下，右手向上拉开，左脚向前上半步的时候，右手随着向前下方打掌。下一个动作闪红背，右手挑起，左手扶右手腕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右手上架，左手推出去。这个动作是闪通背，注意前腿弓出，后脚跟扣住地。下一个动作转身撇身腿，以左脚脚跟做轴扣脚尖，随转体右手变拳向下挂收回，右脚向右后方绷拳，然后再推掌，重心后移，右拳向前打出，是一个半马步。下一个动作是上步斑斓锤，上注意前臂内旋，提起右脚上步扳，左手距离右臂十公分左右，再上后腿，右手收回，上左脚扣后脚蹬后腿，再打出去。下一个动作是蓝雀尾，以前脚的脚跟为轴掰脚尖，右手向上，左手向下，然后再画两个小圆，上右脚捧出去，以右臂内旋，左臂外旋，向后移重心捋回来，到腰的左侧的时候一转腰，右手在外，左手在内，向前挤出去，两手分开和肩同宽，再后移重心，前脚要抓住地，趴腕
由胸下向前推，以前脚的脚跟做轴，随转体扣脚，再向右转体，右手变勾手，提起左脚，走单边。现在大家来看一下第二小段的演练。
下面开始学习第三小段。单边结云手，重心后移，左手向下转体扣脚，两个手上下换位，然后转体上下换手，提起右脚，转体上下换手，出左脚，转腰上下换手，踢右脚，转腰，再换手，出脚，转腰，换手，踢步，转腰，换手，出步，转腰，一共走五个。再转过来的时候，右手变勾手，再走一个单边。注意这个单边架子一定要放开，后手的勾顶要和肩平。下一个动作是高探马，两个手外旋变成掌，手心向上，后移重心向前横切掌，注意手心向下，左分脚转腰，两个手平抹拉开，右手向下，左手向上，画小圆，注意两个手在肩这向前平拉开的时候，把右脚向前，脚尖绷直分出，前脚收回，在右前方上步，再一个上下画小圆，再踢起左脚，再平拉开分腿，落步收腿转体，两个手合，注意左手在外。下一个动作是蹬腿接搂小步，一搂小步，二，下一个动作是摘锤，脚尖做脚跟做轴，掰脚尖上后腿，注意右拳从耳侧向前下方摘下，发劲由腿出，扣脚跟蹬后腿，然后弓前腿摘拳，重心保持在前腿，微移扣脚转体，收回右腿向右后方撤步，撇身锤，一，右拳在腰，左手向前推出，重心略后移打拳，下一个是斑斓锤，右拳内缠，左臂外缠，上步斑斓锤，下一个动作是右蹬腿，两手右手向上，左手向下，提起后腿平拉开蹬腿，落步收腿，左手来领右手，右脚向做支撑，支撑腿，左脚向左侧上一步捋，左手先领，右手随后在左侧成打虎式，注意左拳在左额上方，右拳的高度在胸下，以左脚的脚跟为轴扣脚，再移回右腿向右侧再出步，右手先领，画一大圆，左手随从上到下打虎式，下一个动作蹬腿，
接双峰贯耳，注意提起腿来以后蹬出去，然后收回来，从膝上分，再打出去，两肘斜向下，拳锋相对，与脸同宽。接下来是左蹬腿，以右脚的脚跟做轴，掰脚尖，两手在胸前抱圆，提起，再分开蹬腿，转身，两手相合，提到胸前，再分开蹬腿，上步扳篮锤，扳，再上后腿懒，锤，左手到肘下，外旋臂，手心冲上，后移重心，按到胸下，再推出去，如风似臂。接十指手，虽转体，扣左脚的脚尖，两手向下，再交叉在腹前，然后在胸前以腕部交叉，叫十指手。下面请大家看一下演练。